So pull me up. So pull me up. Baby, when the sun goes down, I'll be waiting for you on the ground. So pull me up. 金沙中国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裁孙敏琪先生，爱奇艺高级副总裁陈洪嘉先生，掌声有请。有请两位。谢谢两位光临。我们首先呢，还是要跟大家一起先来看一下今天获得2019年度华歌榜的第二组的年度金曲的获得者，请看大屏幕。念慈庵2019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，张靓颖 Pull Me Up。 So pull me up。 So pull me up。 张杰 Perfume。 小鬼王琳凯别叫我达芬奇。So baby girl别叫我陈雪凝，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。李荣浩年少有为。张艺兴 Honey 和你。小柯老狼给发小。你的爷爷不能再为你打圆。念慈庵2019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。嗨了嗨了，接下来我们获得的第二组年度金曲的这些荣誉者已经做好准备，欢迎大家上场。恭喜这些荣誉的获得者，亮颖。恭喜亮颖。杰哥来。欢迎。恭喜张杰。恭喜小鬼。恭喜陈雪凝。合影，合影，来来来来来，留下。大家拍照，发微博，发朋友圈，谢谢。好。好的。桃子。哎。谁先？谁先？刚有一双迷人大眼一直看着我的亮影。谢谢华歌榜。哎，我觉得。金曲奖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意义，它有一个时间特性，就是属于它该有的年份，所以我拿到了2019年的这一份，期待未来继续和大家一起回味。谢谢。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五强名单，年度最佳女歌手，内地林宇春，袁娅维，郁可唯，世上唯一不变，张碧晨，在心碎中人情义，张靓颖，最终获奖者将从以上五强名单里产生一位。好的，港台及海外地区的五强是谁呢？念慈庵2019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五强名单，年度最佳女歌手，港台及海外地区，蔡依林，做的对的说美的丑的，梁静茹，我好吗有谁能倾听，更寂寞，林忆莲，许茹芸，张惠妹，最终获奖者将从以上五强名单里产生一位。接下来关心的是年度最佳男歌手的五强名单。念慈庵2019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
五强名单年度最佳男歌手，内地李荣浩。祝我年少有毛不易，这是最平凡的一天。孙楠，谁在说话？薛之谦，我有点甜，但似乎很难忍。张杰，最终获奖者将从以上五强名单里产生一位。好，接下来是港台及海外地区的男歌手最佳五强。念慈庵2019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五强名单年度最佳男歌手，港台及海外地区，陈奕迅。见我什么都不想知道。方大同，爱着你的长发。王力宏。吴青峰，承受中愤怒的恶魔。周杰伦，站在你雪下的操场看星空。最终获奖者将从以上五强名单里产生一位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揭开悬念的时候了，我们请谢小姐为大家开出的是华歌榜年度的最佳歌手。很兴奋啊，念慈庵2019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年度最佳女歌手，内地张靓颖。港台及海外地区，梁静茹。年度最佳男歌手，内地张杰。港台及海外地区，王力宏。耶，恭喜以上四位获得年度最佳歌手。来，谢小姐，谢小姐来这边，我们先拍一张照片。这是我们的歌坛这一个年度最厉害的最佳歌手，来，请看一下前面啊。好，好，请看一下，谢谢。OK， 那接下来谁先来发表感言？你来点。哪一位？那杰哥先，好吗？还是啊，女生先，哎，她好有风度，对不起，静茹，小杰说，不是应该女的吗？靓颖一起好吗？来，女生先。啊，真的超级开心的，因为很久没发片，然后觉得没有被大家遗忘的感觉真好。然后当然要谢谢，再一次谢谢华歌榜。然后呢，做这张专辑花了一段蛮长的时间，就是我好吗？太阳如常升起。那要谢谢经纪公司天喜一路的支持，还有环球唱片，那还有我的这张专辑的 A&R 当然很重要，统筹黄婷，然后经纪人呢，还有全体的同事，我的经纪公司的同事。那这张专辑其实选歌选蛮仔细的，然后我自己唱的感受也是很深，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其实能够得到音乐人的肯定，就是圈内所有的评审的肯定，是我觉得最激动的。那谢谢制作人钟成虎，然后这张专辑所有的每一位参与的编曲人、作词作曲，然后谢谢你们还是很喜欢我的音乐，谢谢歌迷朋友，
Thank you. 男歌手，他不是，他不是女歌手，最佳女歌手在这里。哎，最佳女歌手来，快点，最佳女歌手。要不要换一下？不要这样。换一下了，换一下了，女歌手换一下了。不要，他喜欢女歌手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拿最佳女歌手。OK。或者我跟杰哥换一下。你换。我们请年度内地部分年度最佳男歌手张靓颖给大家发表一下感言。来，真哥。很激动，这是我第一次拿到最佳男歌手奖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激动的心情。好啦，好，正儿八经的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很特别，这是我第九次拿到华歌榜给我的肯定，最佳女歌手第九次，所以我觉得，给我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在酝酿，我正在酝酿啊。我觉得九这个数字很特别，因为我提到这个数字，我突然想起来我妈常给我发的一个表情包，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，就是那个老年人的表情包。我觉得这么多年，从很多的老歌迷当年看我是小姑娘、小闺女，然后到现在很多小歌迷，称呼我要么靓颖姐姐或者真真阿姨，我已经渐渐的步入了一个另外一个时空，所以这个感觉非常的特别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。昨天排练的时候，有个朋友就问我，他说你准备唱到什么时候？我说，要不哪一天你给我颁发一个退休证什么的，我就不唱了。但后来我想想，我脑海里有一个画面，我特别期待，特别特别的期待。我期待有一天我的歌迷带着他们的儿女，带着他们的儿孙，来到我的现场的演唱会，跟我一起挥舞着拐棍，跳着老年 disco， 我觉得那会是我最期待的画面。谢谢华歌榜，谢谢所有这些年里给我支持、给我鼓励、陪伴我、和我一起分享音乐、享受音乐的每一位朋友。谢谢华歌榜，谢谢你们。谢谢，谢谢甄姐，谢谢。哎，两位女歌手，来，两位，两位一起，两位男歌手，好，来。不，你们站在一起，然后一个说。好。大家好。我们是张杰、王力宏二人组，我们即将要推出的新歌叫做《最佳女歌手团》，没有，真的非常的感谢华歌榜啊！今天很意外，因为如果是说最佳男歌手，我今天觉得特别的奇怪，因为我最近在做这个《中国好声音》的评审，然后导师啊，然后就看到的好歌手实在是太多了，要不觉得我是最佳男歌手，你应该是但是我出道比较久了，所以我可以承认我有这个你看连蔡依林当时是一个选秀比赛出来的，我当时也是评审，所以我只能说在这个圈子里面啊，真的很奇妙，可能一时的才华可以让你在一时的时间获得了很多的掌声，可是如果是要持久的话那就还是要靠大家的努力，你的个性，所以如果是肯定了我的努力跟个性的话，那我就真的非常的感谢，我觉得这些都比什么都重要，然后要谢谢红声音乐、红声文化所有的工作伙伴还有歌迷朋友们，二十四分之一世纪左右，对，不离不弃，我爱你们，华歌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力宏，我是张杰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没有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杰，Hello， 现场的爱音乐的朋友你们好，还有我的歌迷朋友你们好。这应该是我第九次来到华歌榜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我记得很清晰的就是我的原点，我的初心，因为我在今天之前，就是昨天晚上我在看视频，就是我之前领奖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话
太多了，也会让歌迷朋友很紧张，其实我自己也会很紧张，但是现在一点也不，因为一直在专心在音乐上面，也做了这么多的演唱会，然后让我自己更加的从容了一些。我觉得其实拿多少个奖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华歌榜给我们这样的机会。我也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在现场，还有很多年轻的艺人朋友，我觉得大家聚在一起，这个音乐的相聚其实是最重要的。我看得到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，大家在一起碰撞出很多的音乐，所以我相信我们未来一定可以让华语的乐坛更加的群星璀璨。要谢谢我的公司行星文化，谢谢我的歌迷，谢谢小杰，谢谢，恭喜。
缠，是你失落的魂魄，猜不透是你痛过的颜色。一阵风，一场梦，爱如生命般莫测。你的心到底没什么蛊惑，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。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，看着你抱着我，目光比颜色寂寞，就让你在边你们所有人手上可以发光的东西都借给我好吗？每一天睁开眼，时针改变着一切，风吹过，望着天，飘忽不定的感觉，不想说是非，是非都没有绝对，可是我不后悔，因为有你在身边。 Cause I believe
谢谢我们的年度最佳女歌手。对，我反正唱到死嘛，然后死之前都还可以在台上，就是我想象以前想象过画面，拄拐棍啊，或者是坐轮椅啊，然后就是夸张的。你 别太着急了，对，对对，还要保重身体，总有那一天嘛。反正就是希望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，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，就开心吧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大家带他们的孩子去看你的演唱会？我希望我可以唱到，就是也许我就开始颤抖了，拿麦的时候自带颤音的那种，就是抖音，你的颤音越来越宽。对，就是会觉得就大概已经不在乎我的音准，然后不在乎我唱怎么样，就这个老太婆怎么会还能够上得了台。这态度非常。另外当晚在颁发第三组年度金曲奖时，得奖的王力宏爆料，指当年是同样获得该奖项的蔡依林。
出道时歌唱比赛的评审，令站在一旁的蔡依林狂笑，并说不认识他。那如今两人一起站在领奖舞台，话说王力宏是不是也感受非常深刻呢？我觉得很骄傲啊，因为你看九零蔡依林啊，在20年前她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一个小女孩，然后参加的歌唱比赛，我就是刚好是评审，然后给她很高的分数，然后刚在台上说那个歌唱比赛已经没了，好像那个电视台已经没了，但是蔡依林还有啊，然后王力宏还有，所以我觉得哎，我们可以活得比这个一些科技的变化一代一代的这个，反正我们还在没有被那个后浪推到太前。那王力宏，你的小朋友音乐天分也蛮高哦。小朋友的天分也是很高，我就尽量让他们享受音乐吧，玩音乐开心一点。魔方全媒澳门报道。人比想象中更美，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忘词了，这没有准备，对对对，这首歌是他说的，对对对，你这样替我们这个很多年没唱的这首歌，专门给他写，上一次还是在华歌榜的舞台，没错，那有多少年前了？就是我自己哭的跟个二傻子一样的时候，就是鼻涕都滴到台上那一次，哎，那个真的有7-8年了，对，真的假的？对，那个时候还说是梦见了亮眼嘴写的。对，这个歌是一场梦，哇，真的是一场梦，就是创作这首歌的过程是就是梦醒了，真的是创作人的，就打给他了啊。可是你现在是美梦又成真了，你们两个又站在一起，而且分别对还交回家奖杯，拿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男歌手奖，也太有缘分了吧！太是真的。只想陪在你身边。